屋顶追捕外劳，看得到抓不到。这一个，这一个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在这边，那边，不要再跑了。几个？两个。总共有五个啦。刚五个有通通跑掉了。苗栗警方这回还真是脸上无光啊！昨天上午在民宅顶楼的工地追捕五名逃逸外劳，结果却眼睁睁看着外劳身手矫健四处逃窜，差点空手而回。最后只有这名趴在铁皮屋钢架不小心出生的外劳被抓到。动新闻苗栗报道。